不是未输查，我唔知即马好一行哦。哦，哦，拢重色轻友啊。迄是早过去的事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讲，我讲你为民众查甫推动推的无？即马是真难得，啊来上咱这个节目吼。对啊。哦，你唔知，阮欢喜不在话下啊。哦，哎，你欢喜不在话。我当时我喊你看你咧唱这条歌是唱现场的呢。哦，你都是不是？我歌词足济，还背足久的你呐。我几怕呀，歌词安尼背记背记咧吼。这吼，加在制作人哈，制作单位啦吼，唱一半就好。哎呦，嘿，我这条歌要唱哦，我咧唱两天就唱袂煞。是啊，伊今日讲吼，自古英雄身体虚啊。是是，唱一，啊，甲唱到完的时阵，今日我志在袂调啦。哦，我这条歌咱早期哦，弄个动作这是一条看蒙歌。看蒙是。顶摆你来，我才知，原来这是一拨调啊歌。啊，拨调啊，调啊。这看蒙的我都讲过吼，我都袂晓唱看蒙。那上个样唱看蒙的，我拢觉得做袂好讲过，对不对？你忙跳过来，我都会晓。原来倒退路是咧报丢啊咧，安尼哎对对对对，安尼迄个感觉安尼，你看卖，莫怪叫做倒退路。是啊是啊是是。我问这个克里曼亚个起码我向阳看，伊就笑成唐日龙。你唔知吼？是不？你形成唐日龙，迄个选美协会会长，我做一个贵星级咧。关系唔难啊，意思讲你有迄个班就对。哦哦哦。因为伊厝的吼，拢靠迄个马桶龙金嘛，金嘛金嘛，所以讲哦，你敢有迄个气质？卫生纸都有当金粉。伊嘛是讲金光闪闪棍啊，你有咩啊？哦，伊可能是用黄金啦，啊对啦，啊我是用白金啦，咱介完全无讲啦，系啊，咱是讲有迄个气质啦，是是是，我今日真正难得啦，系啊，邀请我们黄克林来个现场，再讲你最近嘛拢做无闲个啊，是啦，我去台东做生意去，去制作节目啦。制作节目啊！听讲恁咧节目吼，啊都无定定要请我来吃，我都无发挥的余地。唔是无要请啦。那安尼讲，因为你最近拢个大陆嘛咧无闲嘛，定定嘛要请你来，对不对？我这节目因为节目个时间一礼拜两工俩，所以排队要来真多。是啦，是啦，歹势。尤其是你管理，对啦，尤其是你种脑筋好，生理头脑好，你这足侪事业会使去做啊。对啊，早期了，你个电台我头讲过，即马是购物频道。咱早期咧电台，咱就是做购物的物件。观众朋友，看电话你吧，了解咱的一些物件产品，会使给咱购物。迄种唔做，唔叫做购物频道，迄种我做咧。讲较实在的啦。好，啊，这个节目吼，一寡咧亲朋戚友、大姊小妹、大兄小弟，你看，我拢在现场啊，你无看？嘿，对啦，规定拢来啊。你就甲讲啊，拢你卖药安尼就好啊，你购物啊。我还好听。哎，这个卖药其实毛毛技术毛没错。有啊有啊有啊。不是讲咱卖物件，食了有效无？有效无无紧，但最起码卖白害的。啊，是是是是，我定定讲讲啦。药啊吼，人讲啊，真药是医家病啦，啊对，啊其实讲真病都无药医啊，啊为啊呢？嘿啦，药啊那吃袂死就好药啊。所以有人听你讲主角啊，就是治疗的开始啊。是啦是。咱人哦，主角讲哎，家己要感冒，你哪有可能去压好啊？是啦。还是讲去清病水？所以讲药啊是一个辅助作用，心理作用啦。药啊都无得医意外嘛，对不对？意外不是安怎安怎都唔知呀，对不对？啊，上好当然咱是去看医生。看医生了哦，咱的心情安心。对，啊，过来吃一个有当咱的电台咧所讲的药啊嘛，有袂歹所在。是啊，啊，吃看卖一个，哦，安尼嘛是袂歹啊，系啊。所以讲，早期你就做足侪生意。起码我都买做啊，你。哈。拢我学生伫咧做，我的一个感觉啦。嘿。嘿，我这个嘴吼。好累。好累。啊，不要不要，我这个嘴也真好讲啊。不，我安尼讲啊，我讲啊，我做了。出社会吼，啊，我都安尼无残无缺啦。哎呦，啊，干那靠进门安尼啊哩，迄支嘴就对了。嘿啦，啊是讲哦，啊，咱要早期要出道啊，啊，摇啊吼，嚯，为四个讲到歪啊，真正呢。是啊是啊，啊，都无影还有效果吼，三分效果安尼，讲到十外分效果。哎呦，嘿啦，我想讲。对当对当，哎，对当。好，我紧啦，反正对当啊，咱的节目照常进行啊。不是，我紧走啊。第一趟你也是无大事。先走。不要不要，要走大家来走。你就是敏感，你知道？我很严重啊。所以讲，有人就是会晓主持节目，阁会晓做生意。那像我甲贺大哥两个咧戆戆，会晓主持节目，对不对？生意播都袂晓。我感觉啦，感觉讲恁两个无必要赚这款钱啦。啊，这款钱就让别人去赚啦。哎呦，较戆的人嘛要来电视台主持节目，干嘛呢？当然嘛是，这工钱呢，这做人工呢，是啊，安尼哦，啊，
这走人讲呢，有感觉啊，哎呀，嘿，黄大哥来讲，这是真正是节嘛，这良言呢，啊，你不如我给做什么看嘛，好啦，不接啦，我做五年好了，做五年啊，你个看啦，咱人哦，都爱娱乐大家，别人，互因大家快乐，这是做人的根本啊，才讲你安尼哦，好，功德呢，功德无量呢，真的假？真的，我都唔捌讲白话。你也无做遮济功德，你走落去，我唔捌讲白话，我讲一遍，讲一遍，讲一遍。冇用，不过咱讲遮是，有当就是安尼五六百人哦，心酸五六百几啊，你咪真快乐。今日来是啥物目的哦？哈，嗯，那我伊就目的嘞。哇，那有目的再来哦。哦，你都唔知啊。你来是要拍广告，还是讲你要宣传啥物货？你爱做咧。上起码我未来遮卖药啊。好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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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起码我就来遮吼要唱。唱广告。对，啊，主要啦，唔想介钱要来就对。恁有所不知啊！哎呦，请讲咧，请讲是吼，但水波红啊，拢无哈，啊去了解到我吼，因为是希望讲吼，咱有一挂人才啊，对啊，点才啊，咱这个社会不管唱歌也好，哎，主持主持节目也好，演戏也好，有一天恁两个人吼，嘿，我若发现到吼，比恁比较有才华的人哦，哎，我硬要甲恁注意一下，哦，所以讲啊。讲来讲去，是是是，就是讲，咱今麦讲穆玉华，你哋雄雄来讲啊，穆玉华要提起。伫咧电视哦，你话穆玉如，我知影穆玉华。啊，电视伫咧演戏有无？你演你的苦情妈妈无？妈妈伊个角色，苦情的老母伊个。嘿啦，演穆玉华，不是干来演苦情。伊最近在另外一频道内底冒有卖一些卖一寡物件，鞋啊啦，对啊，偷仔个真好，珍珠贝咯，是不是拢有咧卖啊？最近恁两个先啦，结婚了？啊不不不，不是啊，这讲个。事情就大，那这个结婚哦，我一世人哦，我天天安尼想啦，讲我那咧社会哦，我拢唔认输人啦。那一面那会使输，啊，拄好干那一项输人，啥物？迄奇怪咧，人别人拢娶四五个某，哎呦，五六个某，嘿，因娘咧，唔免安尼一世人干那娶一个安尼啊，输人啊，是啊，输人啊。三叫你遐惊某要死哦，啊，你做只大波，你真惊某？不，你拢有所不知啊。嘿。都多别人拢惊无，啊，干那阮某唔惊我，足奇怪的。晓得晓得，你讲这句话，我今嘛有感同身受。哎呀，阮某嘛拢唔惊我，都无啥物差，啊，就笑。伊某，伊某都无讲啊，伊某惊。我某是我差我，走啊，走啊。无啦，某娶一个较拄啊好。是是是。哎，人定咧讲人生哦，是以一为单位。对。一个某。一个囝，大伯囝，一个查某囝，一个爸爸，一个妈妈，拢一个就好。是安尼，这样我看人家一个三天工作。比如咱有两项物件，你就加烦恼。咱即有两间厝，咱即住一间，另外一间到底是要租人，还是要卖人，还是讲要囥个空房安尼哦？加烦恼，所以有一个某拄拄好。对对对对。但是你个两间厝起哦，去做边楼顶楼卡是最好个呀。哇，这间又省钱了。所以讲咱起码不好。所以今日介绍你某出来。是啊，好，今日我来三省有幸啊。对，乃当。娶到这款查某来做某吼，这是咱吼一世人的功德。安尼你今你这世人功德做阿未够，阿未够。啊，这边黑欧巴桑、欧丽桑都讲，赶快沐浴华哥家里那水啊，家里碰水啊，谢谢。是是，最近三斤多吼。哎，最近比去年较三斤。刮散啊！哎呦，你安尼已经散过啊？可以咩？真恐怖啊！我去年的面吼，更白端呢。哎呦，要死我！啊，今年较久一些，散寒。反正嘞，我拄好就边咧听这个歌哦，这个歌敢那。感觉哦，敢要要去麻掉呢？因为吼，今仔日阮是头一摆，就伫恁家是处女秀，头一摆啦，头一摆，头一摆都买你票啦，对啦。啊，他拄仔迄手的感觉，歌声无话讲啦，这经过练过一定是赞。他拄仔行迄个微博，我四十年啊，行多倒来，迄感觉就真好啊。啊，你感觉就看出讲，这无通甲我。卡吧卡吧，袂话袂啦。他多因为今天你后边你行一邻街吼，你敢那钢管的？第一代料。好，你是第一代料。这新出手别歌啦吼，这条歌内底有合唱啦吼。这个正面是咱穆玉华，啊那背面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个黄大哥，我们的宋佩老师，而且宋佩都真真成功。其实讲我以穆玉华有较委屈啦，人伊生做安尼哦，婀娜多姿啊。是啊。啊，去配合一个哦，这另类老人呐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对上面跟你本人差足侪，是安尼吼，哎呀，上面做工啊，上面做工看嘞，正经。我特别啊去遐咧泡茶吼，啊伊就放迄倒退路给我听吼，啊
奇怪呢，我大概听到伊安尼哦，一二三四倒退了吼，迄个歌出来的安尼吼，嘿，我都起动哦。啊，你唔信哦，我拢随起啊，你看你怎？有好的幸福是啥？等我笑。有好的幸福是快乐哟。你有看手臂，手臂公司头家的表情无？咱来咧出手臂哦，形象还小狗诶。所以一块手臂开几啊百，你忙咧步咧个底下哦。血本能归位。杜家吼，阮咧宣传嘛讲。木姐，虽然恁两个唱这首歌吼，你尽量卖跳好无？不过袂用你话，大多吼，你后台听着，我都直直起动。我大概对，我大概对你印象哦，拢是你 N 姨较济啦。对啊，系啊。我早起拢 N 妈妈吼，柯景妈妈，今摆用跳嘅足奇怪。我一般来讲啊，观众朋友上爱较介意这种柯景嘅，因为你柯景你 N 都好，其实足无简单嘅。哪里哪里。啊，有当有当咧戏嘅物件咧摆，有当足紧嘅，无一定我直直爱互你酝酿个，想要考则考。有当脚本听来，应该遐时，目屎想要淋落来就要淋落来。所以，安尼我用听字咯，我准备了解一下，讲你伫上镜时间差不多几秒会当个目屎流落来呢？其实吼，啊，我唔捌牛鬼啦，唔捌牛鬼啦，对我不曾这样过啦。我能给你牛看卖啊？你看安怎？可是，我用我一点妈妈声当听，先走落去安尼样，啊，我念几个台词，我看你目屎落来话呢？哎呦，靠你妈妈的歌，靠你妈妈唔通听，对不对？不，先走掉啊，先走掉。哎呦，以前靠靠背，靠背，好不好？啊，你那气节看嘛，买背。哇，穆玉华到底你偌短时间将目屎个流出来？啊，未唱就要流出来啊！你想起着故乡的老母，妈，已经哭完了，哭啊！你讲的妈妈，我着足艰苦的。但是你目屎无淋落来，已经个目屎吼，离个目眶个啊，目眶你看。我妈妈是一个真可怜的人。我妈妈白回时阵，因爸爸的贵姓啊。哎呦！我妈妈伊是一个养女。我妈妈伊自细汉都放袂去做养女，后来十八岁时阵。伊就嫁予阮爸爸，伊生我以后，伊就用伊养你的放假大汉的方式在咧对待我。好，所以我自细汉嘛是叫我妈妈拍大汉的。我多少年过呀？哎，破声歌咧是破声歌。迄啰二十六秒就哭出来。两秒啦，你也袂了，你也袂。你讲加一个零都起不起？两秒哭就开始哭个二十六秒啦。要讲的时阵。伊就已经是目屎干的目睭内底，但你讲你那目屎无流出来时，已经头一滴了。为了我听声，我大声，是啊，我冇听诶，对，那是歌吧？不是啦，真正目屎。所以因这种耳塞，你要你就想，是啊，你靠查某囡仔靠噶呢？迄个情形你看，哎呦，目眶拢红起，卫生纸摕去遮，我都要赔回来垃圾。喂，我看你屁股比较脏。没有开玩笑的，这个所以说，所以讲这个穆玉华他是个很感性的人，替你服务一下，感性的人啊，哎呦，你两个安尼哇，家属不一样 ，Judy， 喂，大嫂，这种礼貌了是吧？大嫂，你给我回来了 ，Judy， 你老公是肥肉 ，Judy， 你新加坡 ，Judy， 你老公是肥肉 ，Judy， 所以讲厉害就是安尼啦，所以 Annie 对来讲哦，是已经早期就受大家肯定，但最近这歌最重要，因为穆玉华其实哦。我看你的个性很好强，什么物件拢要得第一吼。对，所以希望是说，不论在唱歌，还是说在演戏，看你最近也有做一些主持的工作嘛。对啊，让你好运旺来，下载变在隆中来。哎呦，对啊，太厉害了，我讲。对，而且哎，里面做我一样的，我感觉咱应该个高嘞。我讲。有当咱等好三五时在电视台，我等到伊的时阵，那木有就客气的，啊，人嘛只有辛苦的。哦，那拢会跟咱开玩笑讲，啊，凡哥。啊，有时间咪来上你的节目，哦，人家很自动。欸，我感觉这艺人无简单，因为这咱头路嘛，咱本身就本来就爱家己去争取啊。希望这是我终身的事业，所以我要不断的努力。从我每一天都觉得我是新人。这边你来上节目吼，凡哥来斗三工，我嘛该斗三工着。真的。前两礼拜，你伫乡村遐，你路边你卖替补对不对？对，我在签唱，对。我一朋友打电话讲，我看穆玉华在遐咧卖鞋咯，迄什么签唱会安尼。啊，足寒，啊你穿了足少，啊你还卖安尼。对。我听了啊，足艰苦，我马上甲制作单位讲，立马上来安尼。谢谢。但是我就是无讲你来，你来代表什么？不，我来代表。我大哥是我讲。好听。他两个人都倒尾巴这样。第一位其实哦，这一位其实也是个哈嘎哥啊。哦。客家朋友。该不会是胡瓜胡大哥吧？对呀。哇，我们这个荣幸呢？对呀，
新人就有这种吗？对啊，胡大哥、瓜哥哪有时间来？就是瓜哥跟忙碌，就是录影都录很多了。再猜猜看是谁啊？我知道了啊，行风行大哥。啊、行风。行风他最近好像都在大陆比较多耶，大陆啊，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你们大牛啊，大牛哥，对啊，他反正他空着嘛，罗时丰真的最近也在拍戏，对呀、啊，而且他的节目当中很忙，拍戏，你们觉得那个在客家频道还有没有一哥？没有了啊，没有啊，早期也是歌手哦，早期是歌手，对啊，以前也是一个团体叫修比都啊，哦，宪哥。宪哥不会讲客家话，宪哥那么大牌，但也没有诺诺那么小牌。哦，我知道。哎，刘根红，哎，哇，刘根红好壮的那个，可以吗？不是啦，不是啊，最后一次给你们机会。啊，小马，哎，马国碧啊，不是啦，啊，修比都啊里面那个小马，现在都出外景在做主持人了。啊，那就剩一个了，哎，小张。哎，小钟来播一下歌的节目 ，Right，That's Right， 哇耶！这个帮着我们闪亮三姐妹出来帮忙，真的帮到倒忙了哈！不，我连唱歌进播进这里，进价很少听你唱歌啊，系啊，无机会啦，对啊，系啊，然后你歌唱这么好，起码拢伫咧主持啦。他在秀比度啊，他是主唱啊，你不要搞错。几个都在唱啊，对，哪分得出来是谁在唱？丢啊，所以个人独唱才听得出你的声音这么棒。谢谢谢谢，而且现在能够这个荣登客家一哥，还蛮开心的。是谁封给你？是谁封？给你一哥的意思，那个义工的义了，义工的义，哎，其实瓜哥我们也是很尊敬他，是他应该算是客家之父了，之父。那如果那个罗时丰呢？罗时丰就还好。罗大哥现在是我们这个客家的这个演艺工会的理会这个理事长，哇，理会长就麻烦了。他如果时丰大哥呢？行风，他可是这个客家之化石啊。所以年轻这一辈，行风是客家猪哥。少年这鬼力工一哥，其实金价是一哥啊，东虾东虾。丢啊，那个地方没什么好竞争的嘛。不，竞争力也很强啊，但是你都在努力当中啊。对对对，在努力。对，其实说小时候能够当一哥啊，主要也要有才艺了哦。对呀，我们知道你在很多那个电视媒体当中里面，其实模仿力非常的强。对对，你要最起码的那种模仿，你要会。对，会有。我常常看你模仿一个人，我真的好佩服你。谁？费玉清。费玉清，对，因为我真的看过太多人模仿费玉清了。就说你在模仿这么不像，为什么还可以一直模仿？对吗？其实我觉得模仿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要有自信。对，自信拿出来，最起码就已经有这个80分，对，80分了。对对，所以每次我都看到你只有那个80分。不晓得，为兄的我有没有这个荣幸，稍微看一下。哦，对，帮看一下。我还讲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笑话，先讲笑话，再来模仿费玉清，不是用费玉清的样子去讲个笑话。哎呦，更棒哎！哎，我们欢迎费玉清。哎，今天哈太开心，我参加这个钻石点唱秀。费玉清的黄色笑话让你久等了。有一天，这个包子小姐跟粽子先生，他们两个是情侣。对对对对。然后他们两个就去这个 hotel 开房间，开房间去。然后包子小姐呢就说跟粽子先生讲说，我先去洗个澡，洗个澡，你等我。好，他就去洗澡。然后呢，这个粽子先生就很急，赶快就把他的衣服脱了啊！粽子把衣服给脱下，然后赶快把保险套就戴了上去啊，是戴在粽子上面的。对对对，是。然后包子小姐洗完澡的时候出来的时候，哎呦。我的粽子先生怎么不见了？怎么不见了呢？他就问旁边的这个糯米肠啊，你有不看到我们家的粽子啊？不是，有时候你不要讲那么长，要解也不好解，对对对。弄得大家很尴尬，但别来干嘛？别来粽子包。装上保险套，就像糯米肠一样啊！哎，这个很好笑。他是在你们那个客家频道一哥啊，混那客家频道很好混啊。贺大哥，你放心，他在客家频道是不能讲这些，这样子，所以他保持一哥的形象。好啦，真本领要拿出来了，哎，就是模仿费玉清的样子跟声音，哎，选啊，一天两包，快点开灯过来，快点，慢点，稍微一下。
坐坐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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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点八公，不用把车坐茶坐聊嘛，就三种一点。坐茶坐车回去啊，也不要给他坐车啊，还接下来还有啊，这个失败并不表示永远失败，但是200块给你的意思说，你以后不要再模仿费玉清。好了，凡哥和大哥来到这边都不能说吹牛了，真的要来个真本领。哦，安良辉，对对。刚刚都只是玩笑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们两边真的真的你也背出来了呀？我才艺也行的呀，多是不了表。其实我的才艺蛮多，我会写歌或什么的，对，你还会弹琴，拿很多乐器，对，吹口琴什么都会。口琴也会，今天刚好准备了。哦，口琴。不然这样子，你帮我拿着麦克风。好。一般来讲，口琴是用鼻那个嘴巴吹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用你用屁股啊？哦，那特别的。我用其他地方吹，我用鼻子，鼻子吹口琴啊。哦，哎呦，无缘无缘，好厉害。这个小东啊，对，他是我们朋友。我到现在我已经发现到你的路线，我已经找到了。什么路线？赶快找李炳辉，没有错。一起合作是吧？李炳辉一个手风琴，这一个喷这啊，金门王，金门王之二，肛门王。哦，哎，马上哦，哎，这怎么练的呢？就是自己就是想办法一些创新的东西，因为嘴巴吹已经没办法满足我了。对啊，是想一些特别。不喜欢不喜欢用嘴巴吹的。哎，说到嘴巴吹的，还可以来哦，还可以吗？没有，这个一定要看。哎呦，这个如同特技一样。好，刚刚是鼻子来吹口琴，一个好好的口琴家为什么要用鼻子来吹呢？对，应该用嘴巴来吹。嘴巴吹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听说嘴巴吹厉害哦。哦，我这是不一样哎。对对对，这是金色的，比较贵。哦，对。你还买得起贵的？好，听说这一次不是放着吹哦，第一次是不要用手，对不对？对，第一次在电视上表现。哎，我好像看过好几次。啊，塞进去。哦，我靠，断！哇，这个恐怖了。带来小蜜蜂，要再塞一次。再塞一次的，要不要我帮忙？我帮忙是很狠的。好，好。哎。哎，博士啊，过来一下。哎呀，贺大哥，你气话来了。哎，他故意弄打给我那个气。哎，这个不错啊，所以你就特别去练就对了，特别去练，对，为了故意要这样子就练，对，哇，刚才这个我就是有时候批评小钟是开玩笑，其实小钟今天特定的来给他们三个人跨到，谢谢，因为这一期的是闪亮的新专辑嘛，对不对？